来点科学。宝特瓶带来生活的便利，但你知道它是用什么做成的吗？宝特瓶的原料是从原油而来的 PET， 要做出 PET， 首先要将对苯二甲酸及乙二醇这两种单体先溶在有机溶剂里，一般会使用三氧化二铋当作催化剂，用来加速反应的进行。一旦经过反应，先生成原子团 C10H8O4 以及水分子，再使其相互连结成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，就是宝特瓶的原料 PET。 PET 回收之后往往还能废物变黄金，下次要丢瓶子之前别忘了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善待环境，珍惜资源才是上上策。